七栋零栋房顶哈，没有改卖建哈，会做什么？现在要改，然后再讲卖建建房。来，请我们两位朋友，请观世音菩萨来加持。网络关心公厂，身体健康。再加持。再加持呢？来，请我给侬个见面，然后麦个加持，我帮侬三魂归供，七个归体，万全自在，空龙二心。我三个见面。来，请菩萨再加持，身体的健康，身体的健康，放轻松。请菩萨再加持，气动灵动龙王殿哈，这就是神来加持哈。来，把经脉对进去。来，请菩萨两位平民，来，两位观音来加持，进入完成工程。再加持，启动无要紧，还是灵动无要紧。再加持，当你这气真顺。再加持，来，请现任上人无敬老庙天明，请南海观世音菩萨来加持。红路三分七魄归体，蒙神急速离心，英灵元亲暂时拢个退开，我一条红路元神啊，清彩光彩，还将修道会用，请观世音菩萨。等下红路三分七魄，为归体归宗，为完成自在蒙刷离心，急灾离心，来气动灵动无要紧吼，请菩萨再加持。来，请菩萨加持，心如完成光彩，身体健康，放轻松哈。就奥连为止，来看见奥连为止，两手拢奥好，两手拢奥。对，阿康的脚康个轻松，目睭开开。我请先来加持，你要动无紧啊，请多接受。来加持，地主完成光彩，变刷的心，他当我紧，当你这气甲我开去，他就开去。来，请现任上人天明，请这公司来加持。放松哈，眼睛闭起来。来，请这公司加持，我地主这个血光急刷离心，为身体健康。
来，交个白纸牌嘛。管理员来。打电话子，放松哈、哦。来，请观世音菩萨来加持。普弘路完成功在身体健康。我见在这里面点动力好多济哈。来，手放点回去。等下放在脚放轻松，拢卖脚力。啊，身体放松。请不敬老有天命，请多济师来加持。我地主完成光彩平刷离心。来，气动灵动无要紧吼。请神师来加持。再加持，气动灵动无要紧，不动无要紧吼，当你这身体才会愈顺。再加持，再加持呢？对，我要动来，来请腰提金庙加持，脚打好，脚打好顺，对，放松。来请腰提金庙加持。卖背筋吼，啊，抱平身回气动灵动抱筋。请有提筋没有加持？什么时候来加持？请再公司再加持。啊，这个卖背筋吼，我什么时候该加持？来，请观世音菩萨加持。来，请观世音菩萨，啊，心路吼，这三魂七魄给调出来，三魂归宫，七魄归体，观世音自在蒙刷离心。红路吼、哦，这个曾秀婷呀，别在意你说九月二五报喜，对东西南北中，可以三分七百掉的。来，那个，站来就好来。我头前稍看，往前一，再往前一步好来。来，请腰提金庙加持。再加持。来，请这公司加持。我地主会当关心光彩，平刷离心，身体健康。我动无紧，动去等下你爬起来，感觉筋骨足轻松。来，请菩萨加持，不动无紧，气动无紧掉，咱这气才会开哈。
再加深。然后再加深。再加深。你这灵壁这条要我收啊，看好无啦？真有知无？嗯。你这人工壁体，你看安尼真严重，有看到无？嗯。再加深。嗯。来，请菩萨加深。心要静下来，不要乱看。来，请菩萨加持，眼睛闭起来，别乱看，你要行为好奇。再加持，曾秀婷，为完成归功，七魄归体，蒙刷的心。感受加持，再加持，请有滴金庙来加持，祝开。三更
咸甜都可以。祝万代，无量下凡度行来，龙华生辉度灵台。今来三座对岸人间办，共度原主会要台。主公定要度灵台。佛光普照化业灾，红路灵源那自在，梦醒白沙都爱化开。天地开宗一月台，龙华三会应时开。弥勒祖师下凡界，十佛道将净土开，平修万教回龙华。做来加庇，随时来个多开。红路辛苦一条水师孤魂。红路跟你情无怨，孝无怨，所以你要来赎你的肉体。现在上人开智灵三座普渡来为你度化，你来离开的肉体，我给你度往天位。红路然后这个主宰身体好受持。灵动无紧，请观世音菩萨来加持，再加持放松，来当这个水师来化开。再加持，请现在上人观世音菩萨。把红路辛苦这条孤魂追思，会当个多往天雷。有。最后，交，交换。现在来加持，来叮咚启动，没关系哈。来，请咱要提金庙，奉公加持，再加持，要提。
归天来，天赐天福，我行在尘缘俗世，渐放开。上人不觉怒庙天命，曾秀亭关心三魂七魄，会当回归位归体，回灵宫自在蒙煞离心。来，妹妹来。来，请南海古佛加持。要搬过来。OK。嗯，咋呀？可以来，过来坐。嗯。菩萨过来加持，我陷入这条孤魂这个罪死，奉献人上人天子来给度化去天位。哦，信路会当这个身体健康，然后会当好好修持。咦呀！我帮他轻松嘞，这嘴齿已经那个化开去，你看你皮肤一直干起来，再化开。释公阿佛来加持，佛弟子会当灵体自在，平刷离心，然后会当回到母宫地来好修持，前世有缘，有受这世界三足普渡诸灵佛应，你若愿放弃弟子这段恩怨。现任上人降天子大灵来度你，让你会当入到弥勒净土，才好受持，然后免在阴山受罪做鬼影。弟子若身体有健康，会当向道行，
人间修道功德来回向给你。要在金庙来传佳音，红路情缘都献了真，天道开宗莫揭开，三座普渡正同时，龙华三会应道期，平寿万教归龙华。怎样？好，精神怎么样？还可以啊。有没有比较定一点？可能有吧。可能有。嗯。那眼睛不要乱晃，好好的坐一下。来，我教你哈，照我的方法做。我没有叫你眼睛打开，你不要打开。身体如果会气动灵动，不要紧。默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默念的哈，无以度法遍布三千，无奈大罗一金身，独门闭诀度众生，信我者得道永生。普弘降道在圣人，一智龙华度万人。放松，来，这个夹起，动作较紧下，等你来了退咖去。好，好了，坐。来，请要提金庙，奉公加持。曾秀婷会当为完成规工七百规体蒙刷理性，这英明文清，如果曾秀婷以这个三门规工七百规体能完成回完成主宰，然后全部我为你度化去天位，来，红露身躯要注意，你若愿意来离开红露的肉体，我为你点团修去，我你在你的净土天位中好修持。我红露身体若自在，会当回向来修持，自然你功德就对得在。来，请菩萨来加持。有，请菩萨再加持，再加持。有，南海诸佛开，人间道灵台。五秒开佛指，道主回腰带，
这讲我佛佛光普照来，我地主崩山离心开，我白虎白山那个化开。要得金庙降倒来，金莲降去助红路来，白莲公主在，白沙离心。那么哥来加持。来当无要紧，有啥物动作拢无要紧，啥物靠靠在无要紧，卖甲紧。那菩萨再加持，卖甲动，再住紧。要多。这个字我来为你化罪，要得金庙开金元，速度红路三分归，七百鬼体灵魂在，为灵光返照自心开。要得金庙化灵台，祖爷派红路曾秀天，今来我供定，要得团家印，为你化真定，分别归灵体，上天赐福气，予你日后得自在，光明得福开。红路唔通再忧愁，天道有福自然你会事事开。你若有心有道，无娘自然都甲你化灾。你心所求所化，万万拢会来予你顺境，予你自在。
目睭合上来，目睭头头闭紧，轻松无？真轻松吼！这就是叫做灵啦，看到无？嗯。较早干嘛呢？唔捌咯，你看真个假？真个。真个。恁在做嘛是？安尼咧调身体就较会好，知无？来，地主手合掌，手好张开，我这个入神呢。手好张，把手背掀开，轻松无？嗯，有吼，背起来我看卖呢。阿伯小阿公。感觉人较轻松无？我咧甲你讲，就是讲来遮，安尼互神师甲你加持，啊，你只有病因病母，就爱我看医生嘛，爱看。啊，你莫看来遮拜拜，啥物拢免看嘛，袂使安尼做，你知嘛吼？即马科学在进步，有当时该看嘛爱看，但是呢，另个世界有另个世界，啊，咱就行自在就好，莫乱来。听到袂歹啦吼，好啦，你若行出来，伊就行出来，你知无？你若行出来，恁动手才行出来，所以你绝对要行出来，咱才袂去挡到伊个路，知影无？好，安尼好，来，手掌，感觉安怎？舒顺无？从来以前有这样过吗？嗯，也会，也会哈、哦。这个就是要注意了，这叫做灵光蔽体哈、哦。好，来，手合掌，眼睛打开，有较轻松无？你灵动这里啊，就是灵光蔽体，知无？你灵动这里啊，就是灵光蔽体了。灵光蔽体，就是他拄仔你咧问事先，佮伊讲你只有灵爱修啊，啊、嗯、知无？他拄仔气动是毋足厉害。嗯，我若真有，我拢气动。是啊，你这就是有这灵体咧变，啊知无吼、嗯？所以这是哪来个精进好？知无吼？别开我看麦。较轻松无？有啊吼。嗯，较好轻。较好较轻哦。这个人要一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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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是不是？好啦，啊你咧，有没有比较有精神？你真好算命呢。我不是算命的啦，你给我当算命。我今日高追高追，卖个乖。啊，那精神还比较好，有没有？有就要听话，知道吗？你看爸爸妈妈为你在烦恼，对的，就爸爸为你烦恼，对不对？我本就爱算命，我会晓算命。等你修好再算，今麦卖乱算。你今麦家己在咧排黄金啊，慢慢共看地理。等家你会晓排，等家你黄金啊北条再来看地理，听好无？哦，好，起来。好，
啊，安尼可以。好，来，把手背紧。安尼可以哈。来，眼睛打开，站起来看看。有够轻松无？有啦，有吼、哦。摇嘞，会摇嘞。迄个是叫做灵动嘞。就主要咧摇摇摇嘞。迄个是咧给你调心嘞。没有摇嘞，就主要咧呢。哎呦，我感觉足轻松。有够，有吼。你头边头对边右边两家几家边嘞？你刚来用安尼吐的吐的吐的嘞。啊，头都要背起嘞。哎呦。几针几针，多了多了，几针几针。尿骨他有那个不准先，他要不要再跟他点穴？我另外两千，谢谢。哎，我甲开两天表来。好，那有什么修的来开啦？好啊，修。来，怕三宝，打三宝。来，红鹿妙湖，这个啊，这个后头厝，这个六甲。祖先今仔日有在遮，咱已经给你开龙天表，给你度啊去天会，坐这个下品上升。一至中央点现灵，万法超人胜利清，又把祖先全部往天上去，又把这个神龙是神龙大帝吼，今天给你晋升，去坐这中品上升，今日将玉皇路将照票归往天上去，一至中央点现灵，万法超人胜利清。是咯，大家给这子孙，大家平安顺遂，身体健康，好好修道，功德回向。好，拜金。你看，等去因兜跋，讲叫因祖先来跪，你讲跋几杯？跋八杯啊？八杯，啊，八杯，啊，到尾跋一杯。嗯，这个你头拄听伊讲故事吼，伊来的时是啊，倒咧头壳爬袂起，即摆会惊咯，慢慢来。来，这个较早来吼，安尼跍了爬袂起来，啊，即摆好好啊。你要像安尼人生无？要不要？我嘛是去红花的师姐教的，你要安尼人生吗？那唔，我都甲你处理啦。不爱管。唔吼，唔都听，乖乖听我的话，袂吧？啊，别叫你做歹事，你惊啥？是唔是？听好无？好，你人，伊这个吼，安那上巧的。不是讲，伊嘛不是讲人唔甲处理啊，都讲叫问道嘛，无再甲处理咧。啊，修道有当时啊吼，那问了那就问了那对等，啊都要放下，听有无？真正小巧。啊，都即摆问了那对等都要放下，都阁袂使呢。无啦，他等上几年，等啊，等袂停。无遐大控制。没啊啦，你看你今仔日我改处理了，你看你迄气色计偌好，知无？啊，所以你要慢慢把这个心放下咯。心如你会记，凡尘杂事吼，有当时有因有果，有当时爱随缘自在，你这个人生过了才会快乐，知影无？你也毋是讲生了真差的人，背景嘛毋是讲足差的人，你不要把自己做低了，反而要把自己拉高。但是那个高不是共过我慢，就是不要让自己在这个烦苦里面，然后来让你的父母为你烦恼，这样了解吗？这就是叫做咱修道要有一个精力。什么叫精力？会当珍惜你的慧根慧命，这才是精力。能了解无？父母生咱有这个生咱的肉体，育咱的肉体之恩。所以天地三支香，
一九就是敬天地万物，仰我躯体，仰我躯体。第二吉祥就敬父母生我躯体，仰我躯体。第三吉祥就是敬天文殊德，度咱的灵魂解脱。你知未？好啦，你欢喜就好。乖乖来，甲来乖乖，我偷偷甲你调。你知无？我嘛一直在想，这三吉凶是啥物意思？啊，即摆知未？知。知啊。我知就好啊。你教。你若来讲，我教你教一步。好，是。你若来，我哪甲你教？教久，你心中疑问就拢开啊。是这块损啊，你看，伊迄三吉凶，你想无，我今甲你破。啊，即摆真好未？啊，这三吉凶意思你甲看，第一吉凶天地稳，第二吉凶父母稳。第三句师徒恩，师徒就是天恩，师德就是引咱修道解脱的老师。安了解哦。啊，你看白天地恩、父母恩，拢徛咧头前。安尼咱要珍惜咱的肉体哦。这个肉体珍惜好，你才对去天地，对去父母，对去做这个师徒。安知无？清楚吼、哦，所以这点要转过来，要有信心转过来。这点转过来，你的功名等你行，知影无吼？转了过去，你还年轻，不要把自己放弃，知影无吼？好，安尼可以。好，今天到这里来送件。各位师兄师姐们，请列队合掌，恭送千佛。有，啊，来。